Tons of KG要用翻多啲呢個攞油，即係用攞油，就唔係潛咗上嚟呢度，潛落去，潛咗落去之後就用大髀大髀神，大髀神真係用攞油神，攞油神 ，OK。首先嚟個地板上嘅。學就學咗噶啦，做唔做到就唔知。幻想，哦，其實我唔知係唔啱。嚟多次啦。哇，唔得啦！半上嚟噶，可能已經冇啦。攞油啊！半上嘅，哎呀，好唔掂啊！嚟多下，睇完頭先嗰幾下，都係全部都係錯嘅，都係潛咗落去。再試多幾次啊！阿網友同我講話，個人要傾斜少少，先至可以用到呢個力。如果成日都 upright 嘅 body， 咁就用唔到呢個力。傾前向上先可以用到呢個力。咁即係唔好潛入去啦，逼自己唔好潛入去啦，只可以向上，可能要做輕啲，試多兩下啦，就玩完啦今日。其實咁樣我係做到嘅，但當然唔夠力爆上去啦。好，試下。即是伸直個人，就不要潛下去伸直，潛下去伸直，不要伸直。Come on！ 嚟多下。唔係，我嚟得下啫。得下，潛落去。哇 ！OK。睇片先知得唔得。